青春驱动，快乐同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奇艺 iJoy 新同事谭健次，来爱奇艺和我一起快乐追剧吧。今年月小会的主题是青春驱动，快乐同行，可以分享一个今年的快乐瞬间吗？今年的快乐瞬间很多啊，就尤其是看到自己饰演的角色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，会感到十分的快乐，十分的荣幸。现在可以向爱奇艺提一个愿望或者要求，你会想说什么？那就是希望明年我的两部作品都能够在一起赶快播出，然后到时候都帮我等候。有很多粉丝朋友都在期待你的《猎罪图鉴二》播出，对期待的粉丝说几句话吧。《猎罪图鉴二》呢，也是由我们原班人马共同演绎的，会延续第一部的悬疑，也会有很多唯美的画面，我相信，然后肯定会增添很多新的元素啊，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更多的惊喜和期待。一句话安利一下《私房馆》这部作品吧。《私房馆》是一部集探案、职场于一体的一部古装轻喜剧。还有一些很多现代的元素啊，剧情非常欢乐，也很温馨。到时候播出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，记得预约来看哦。